strangers. Your space cruisers have been temporarily halted. Please remain seated. Your mission will resume shortly. 小熊维尼这边，然后要出去了，因为游乐设施故障，很扯吧？我第一次在迪士尼遇到游乐设施故障，然后还有刚刚就是在玩巴斯光年的时候一样，就是居然停下来了，超级扯，就是玩到一半然后就停在里面，很猛，然后现在要出去了。哎呦，然后我刚居然穿得过那个栅栏，欸，太可爱了，然后想要去玩别的，就是从为什么他又暂停开放了，然后特别是有看到那个天猫吗，就是居然是天猫集团的，你怎么讲啊，等烟火。